这两天听雪婚他们说，就是在马尔代夫海钓组织里，他们的团队是比较突出的，也想让我去体验体验，所以今天朋友们要叫我海钓试竿员，看我这种菜鸟级别能不能钓到20斤以上的大货。今天我的3天2晚行程就结束了，作为一个酒店试睡员，必须总结一下我的个人入住体验。首先我们先来说它的优点，这酒店的这个休闲的项目非常多，然后就是中文服务人员也非常多，还有就是各种中文的标识，所以你不会英语呢，来这个岛也能玩得很开心。缺点就是这家酒店是1998年开业的，于2015年有重新装修过，但是就是有些设施还是看起来比较老旧，水屋里面还会有出现漏水的情况。其次呢，就是这家酒店附近浮浅啊，看不到什么很多东西，还有这个水屋的这个阳台也比较小。其实怎么说呢，每个酒店都有它的优点跟缺点，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OK， 现在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海钓。今天的风还有点大哦，不知道能不能钓啊，要不要那个空军啊。还有就是要说明一下，这种路亚海钓啊，我是第一次哈，如果是说使用的不当，朋友们可以在评论区教我一下，因为我也是个新手。 OK， 哦，你帮我准备两个杆，是这边手摇的是不是？因为有些客人他们惯用手路这样。哦，可以。就刚刚有跟船长说，那船长会不会教我怎么钓？会啊。对，谢谢谢谢，希望今天钓个一米长的鱼。OK。No no, wait in the boat there. Oh, in the boat. OK. 上船了，这现在。哦，这是海钓船不一样啊，这个钓鱼应该非常过瘾。I hope today is big fish. Big fish, big wave. Big wave. Okay, no problem. 可能怕伤到。Okay, I know this, more, this. Yeah. Oh, thank you. Good idea. Here. You put it here. Yeah. There? Yeah. Oh. Yeah. Then more easily. Throw. Nobody far. Nobody far. Thank you, teacher. Oh. 哇，这个好远。OK。哇，这个浪大，好大的浪。Come on, fish. 哦，哇，这个大。第一。看，我来，感受一下。哦。太激动了，这么大的。
哦。Sashimi, okay. Sashimi, maybe is cannot eat. Sashimi. No, fin. Yeah. 有味道，很臭。Up, go up, then slowly. Slowly. Again, up, down, slowly. Yeah. Thank you. My teacher. Thank you. 还学了一点钓鱼技术。OK. 我的这个右手非常酸，休息一下，太酸了。哎呦，但是非常好玩。太开心了，还钓了一只鲨鱼。It's nice, thank you. 都是他教我的，非常棒。这个口号忘了喊了，所以呢一直没上鱼。喊一下口号：钓鱼佬永不空军。开始。哇！希望有啊。换个路。换个路呀。换一个饵啊！听说亲他一下能给我带来好运，赶紧给我去变只大鱼。难怪钓不到鱼，这么大的浪！哇 ，big， 要 OK， 又 OK， 哦，哇，听到声音了，应该不是鲨鱼吧 ？Not shark。I don't think so。哦。看一下，跑啦！哦，跑了，太可惜了。I check， 都忘掉了。This rock, you know. 哦、oh, ，也钓了两个小时了，现在我们要回去了。虽然是空军，但是呢，至少也是两条，一条鲨鱼，还一条没上就是了，是不是？这个重在参与啊！这是我第一次这个正宗海钓啊，非常棒！哦，这么多鱼在跳，哦，这么多，啊，看到没有？好多鱼全部在跳，不过不大就是了啊。我看他们怎么钓啊！哇，再吃了！You have fish， 哦，要 have， 哦，来了！哦，这边来了。小金枪 Tuna Tuna 哦、yeah. oh, 小金枪这个鱼好，这个好像不是金枪，这我、哦、真的有，赶紧摄影师钓一条，没事，不用怕，快点，应该不打耶、yeah. take 不要跑了，哇，你力气真大，哎，又一条 OK nice， 两条 OK 我们现在回去了，够了，两条。But because of the bigger wind today. My wife. Oh, goodbye. Oh, nice to meet you. Nice. My baby. Your baby? Oh, it's cute. Yeah. 我们已经结束了。刚刚跟船长沟通一下，就是今天浪特别大，不然我们去的地方肯定是更多鱼，但是那边浪大，没办法去。所以来马尔代夫钓鱼啊，就是五月到八月啊，不要来，因为风浪又是下雨又是浪大，真不适合。这个手啊非常非常酸。现在我们要去入住另外一个居民岛的酒店。OK，
我们现在去的居民岛离这个酒店开船2分钟还不到，非常快。这么快就到了，哇，这个岛还有个这么大的足球场，看到没？这足球场还非常，这个草坪也铺得非常好 ，nice。这真是他家的莲雾树啊。嗯 ，OK， 很甜。嗯，这是what is？ 这是 apple。哦。哦，这个是苹果汁是吧？嗯。我还以为是香槟，所以我赶紧问一下这是啥。哦，不是香槟。这是大厅。老板给我们换一个更好的房间，因为这房间更好，然后这 WiFi 也更好。卫生间，卫生间也更好看，更豪华。他给我了一个桌子办公啊。哦，忘了讲，房价是差不多300多人民币，300多人民币。OK，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喜欢我的朋友记得给个点赞、关注、加评论，谢谢。